你这含我都会样唱啊！男士必须的扛住。是人的歌。恁爸若要唱歌，你拢敢袂动？我拢真正永远拢唱一句尔。是伊的歌嘛是照你安尼唱，无可能卖二十几万张，对不对？人这个歌就硬软贵。男士必须的扛住。比伊个个快点。对不对？真的真。欸、我是来咧看红色的，后查甫在耳，后查某在耳，啊！恁妹侬啊，听咱中咧看人耳啊咧。因为即马吼，拄啊唱的是讲负责帮伊，互你拖安尼嘛。啊，即马吼，佮第三代的唱片都无同款，歌名叫做啥？你知无？叫做现金价伫咧股市。哦，股票的代志。嘿啊！即马系拢爱对社会时代咧行。哦，顶迄个是负责帮互你拖。顶也是负责累累的。啊，即马即代。啊，变第二代是请你着保重，爱保。保重才袂负债累累。你的天下骨来啊！哎，也无得爱在舞台顶看才看会到，但这电视上要看你就较难得看。系啊，系啊。啊，就足侪人吼，那我要做舞台节目，拢会要求讲一定爱唱日本歌啊，哦、所以吼穿一个较功夫的啊。原来一块唱袂煞呢，安尼红红甲要死啊！凭良心讲，目前以歌坛内面讲，这歌唱是应该，你想叶启田对不？叶启田伊这块歌爱拼才赢，内面的歌词好嘛，大家咧学啊紧。也不怪唱，啊！你这含我都会样唱啊！男士必须的扛住。是人的歌。恁爸若要唱歌，你拢敢袂动？我拢真正永远拢唱一句尔。是伊的歌嘛是照你安尼唱，无可能卖二十几万张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歌就硬软贵。男士必须的扛住。比伊个个快点。就是讲我的皮。音跟哪话咧笑话声对不对？真的真，我是来咧看红色的，后查甫在耳，后查某在耳，啊恁妹侬啊，听咱中咧看人耳啊咧。笑啊，要用耳，啊有影，你讲歌词有道理啦，因为即马吼，拄啊唱的是讲负责帮伊，互你拖安尼嘛，啊即马吼，佮第三代的唱片都无同款，歌名叫做啥，你知无？叫做现金价伫咧股市。哦，股票的代志。嘿啊，即马系拢爱对社会时代咧行。哦，顶迄个是负责帮互你拖。顶也是负责累累。啊！即马第二代是请你着保重，爱保重才袂负债累累啊！啊！即马第三代现金价伫高市，高市。因目前咱吼，即中华民国的现象哦，真奇怪呢。我感觉有分做三等人安尼啦，吼。头一等人哦，都是炒地皮啦，哦，炒地皮，卖土地啦，吼，嘿，敢那费玉清一样，卖土地啊，趁钱安尼。啊，第二等人哦，就是安尼买股票。买股票，即马安尼挂单啊！买股票的人嘛有够济啊，规台湾安尼哦，安尼大家安尼足热的安尼啦吼。啊，佮另外一种人吼，都是六合彩。你即马讲，你讲即句话，看我两个咧笑意思安怎？嗯，无啦，我是讲嘛有专门咧签六合彩的人安尼啊。最近我嘛开始炒土地，哦、但是我不爱炒一般迄款什么什么市内啊、闹区啊，不爱。你拢炒房啊波？我炒房啊波的。为什么？我拢买山坪啊，比别人比较贵的。买啊，一个干，因暗时拢迷茫死人来咧找啊。啊，你这算讲人死人撞的，所以我甲找较好的风水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到底要来干什么呢？你爸爸诸葛亮在外面签单，大家乐的签单签了一大堆，然后共姑共的一塌糊涂。这我一点都不觉得。你这么早就了解你爸爸时常共姑啊？啊？没有，但是他平常都共姑啊，但是我不晓得这一次为什么这么特殊，你会共到我家来要来找我爸爸？什么？我会共到你家来？是你爸爸共到我家去？你爸爸共估了钱都不付给我，真的啊？哎，那我爸爸现在不在家啊，那不然你先回去好了，今天不卖酒。嗯、我是进得来，我没拿到钱我就不会出去。那现在他人不在，那你要怎么办呢？人不在，那你就跟我走。你休想，你那么丑，我跟你走。请你不要用手来碰我的胸部。
忙哦。什么？无闲。忙哦，真无闲。主哥已经躲你躲了好几个月了。你偏偏来面前给我碰到，那你好像注定我了。对啊，人家劝你已经不好意思碰见你，你应该看到我要闪开。今天不是诸葛亮访问你吗？哎，对呀、啊，怎么都没有出来啊？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 idea。 啊，什么 idea？ 我们用钱来捉弄他，等一下从那边过来的，来，滚滚。乖，白当舞台顶主持几十年，也唔捌主持到舞台顶有现金。过一千个哦。他们钱四脚人两脚约袂着，你奇怪，恁爸也毋捌看钱家己，他们有两个连啊咧桥都要走。这张钱有问题哦，无奈出外口佚佗，他们互锁伫金库，啊关了足深啊，要出来透空气，钱。参详的，这边拄好咧欠面，你对我足亏我，我只有赚钱无藏假面，你随来我随甲你用出去。康二当时也是恁母阿囝，啊恁爸拖一个啊。哎呀，你知影恁爸要对家来，我都知影。你看，你看到钱，你就上行啊！你啊，调地用安尼，好算无？赞。新梅，我都会记得看你拢总带三个啊，四个，嘿，又去的迄三个。只是今天我带的歌曲比较男孩子味，比较刚硬一点、哦，你就只记得女孩子。因为你的歌刚硬，刚硬是肛门在扬是吧？诸葛、啊，哎，什么诸葛哥？那么色。是什么射？我哪里给你射到 ？OK， 他这样跳去，哎，他那个眼神啊，眼睛会引人。他们不是台湾人啦，哦，不是台湾人啊，广东人啊。哎呦，还会讲广东话、啊，诸葛哥。会啊。哎呦，广东啊，广东人啊，香港来的啊。我是感觉真奇怪，你甲蓝心湄咧讲话，伊安推推，安尼听无迄个意思，安尼恁袂当作外国，佮当着你这个小查某，佮怎安尼？简单啊，蓝心湄，我都会记得看你拢总带三个啊，四个，又去的迄三个，然后，哦，你是讲查某的舞蹈哟？系啊，哦，迄批即摆已经退伍啊，迄批是来伊家做兵民，不是啦，还在啦，只是今天我带的歌曲比较男孩子味，比较刚硬一点、哦，你就只记得女孩子。因为你的歌刚硬，系啊，刚硬是肛门在扬是吧？那个肛门，哥哥肛门没有阳啊，刚阳就是阳刚之气啊，就比较男那种，他咋不换一种脸就对了，所以就带男生嘛。哎、欸，哦，我以为你的带完了，啊，已经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的跟女人没有什么嘛，男的对，你不要笑，你不要笑，你的身体差一点，很快就坏掉了。诸葛哥，哎，怎么诸葛哥？那么射，是什么射？我哪里给你射到？没有啦，射到不是发射的射，是那个色情的色。色狼的色。对啊，我哪里有给你射？
我射会射别人，我不会射你。为什么？我看你的穿着，敢那听你的声，啊，甲你咧讲话，啊，甲咧笑，甲哈，嗯，惊都惊死。这两位是这个蓝心湄这个最新招来的两位这个舞者，这个要学多久？他们这个要学多久？其实是很久以前我就排过，这是我自己排的舞蹈。刚才那个再跳一遍，那个欢王，头前那个 keyboard 遐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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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安尼都要上钢琴要出来啊！来来，前前角都无同啊！这个蓝心湄的舞蹈，她为什么会跳起来跟一般人不一样？因为她跳舞那个样子，最主要眼神啊，就是一个舞者的眼神。会，所以人跳她这样跳起，哎，她那个眼神啊，眼睛会引人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看，你看那个动作，那跳出来掉这个样子，然后那个手拿起来这样，哎，就往上梳头那个感觉，嚯，那个就是不一样。嘿，都唔掉，都去鼻孔内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其实他叫北洋调郎，其实讨好型的。你咧讲话敢那听无安尼？他们不是台湾人啦。哦，不是台湾人哦。你公主抱抱，你听哪会知？啊，喏，可能霓虹人噶？不是。是你纽约。你看他像哪？你像哪里人嘛？有人说他们像香港。香港。哎。哦，你系广东人啊？哎呦，还会讲广东话，朱哥哥。会啊。哎呦。广东啊，广东人呢凶。香港来的啊，我问你，你推推啊？台湾男啊！我还没讲完，我说他们是台湾的外省人呐。啊，台湾外省人，刚才是他们海边没过大地，香港人你。所以，我这个不是我讲你，我看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像倭寇，就像那个，这是什么嘛？又是什么？又是华侨一大堆的。我有人说他们像嘛？刚才后台就很多人在讲他们嘛。他们是这个造型很新潮，我是感觉真奇怪，你跟蓝心湄的讲话一样推推，我那听无迄个意思，安尼恁别当作外国，搁等到你这个小查某搁当安尼。讲公公啊，讲得很好啊。啊，你爱加减一两句，会晓讲啊。